哇，这个是我们的什么全新彩蛋松岛篇，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我们讲台太可爱了？可爱。介绍这一次是我们的松岛的美景，以及我们秋之月现场的朋友。刚才有提到秋之月已经所剩不多，等一下一定要到展馆里面哦，好不好？这样，那边有我们要去现在特别收音机的，我先给他发一个。嘿，宮城仙台旅行よりは宮城県のいろいろな素敵な場所を巡りながら。萩の月をはじめとした花椒三田さんの美味しい魅力的なお菓子を紹介していくウェブ限定の企画になっています。好，就是我们副部长他是这一次的计划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仙台这边，就是我们去了很多的这些历史的还有美景，就是巡礼，那介绍了非常多好吃的这些好吃的我开心，就是我们的像是秋之月，还有我们果酱山泉其他非常好吃的甜点，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限定的，就是网络的一个企划这样子。但是真的楽しくて。はい、そうです。すごい楽しくて、私宮城県出身の私でも知らない場所だったっていうのを知れたので、そしてその中でその花椒三田さんの美味しいお菓子をたくさん食べれてすごく幸せでした。大家知道我们副部长是宫城县出身的，对不对？那但是他其实像大家出生地，你有很多地方你应该也不太知道吧？那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计划呢，他就吃了很多美食，吃了很多好吃的甜点，也去了很多他不太知道的地方，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因为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下，他觉得很幸福，非常的幸福。じゃあ宮城仙台旅行を一緒にしてからファンの皆さんのファンは。いかがでしたか？そうですね、すごく皆さんご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だけて、宮城に行ってみたよとか仙台に行ってみたよとか、もちろんその花椒三田さんのお菓子食べたよっていう感想が握手会でも一番多かったので、すごく反響がありました。那大家我现在问一下好了，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刚才看了我们的松岛篇的反应。行きたい行きたい仙台行きたい行きたい想去对不对？想不想吃秋之月？他今天吃食べたいですか？食べたい。手を挙げてください。你们等一下没有进去买，我就会生气气，我就会跟婆婆讲说好了。当然就是我们的放的反应呢，第一个就是那个甜点是什么，我真的好想吃吃看，还有好想要去仙台，好想去宫城玩哦，这个放的反应非常的有趣。那当然就是今天我们有带来秋之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好了，接下来呢乃木坂の先輩メンバーや同級の三級生の皆さんも秋の月が大変好きですか？そうなんです、もう先輩方もすごく好きで、ライブの時もこうたくさん差し入れていただく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う一気になくなって、すごい先輩だと一気に自分の中に5個とか6個とかこう貯めとく先輩とかもいるぐらいすごく人気です。そうです、こっそり隠してます。就是我们的库珀讲，他去 live 演出的时候，就是会带这个我们的所谓伴手礼，因为 Haki no Tsuki 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伴手礼，那这是得过第一名的，那他就会带去东京给我们的前辈，还有我们的就是同伴们一起来享用。结果前辈们觉得吃下去发现这是什么，太好吃了，然后就偷尝，偷尝好几个，然后就想要。